们是 Sirens， 他们今天呢要带来三首的作品，第一首是《别亦难》，第二首《与明明 Free》，第三首《I'm Yours》。那这个很特别的是，他的第一首的《别亦难》曾经在我们的台湾国际重唱艺术节里面曾经得过汉光最佳编曲奖的得奖作品，所以今天请大家来现场欣赏一下我们的得奖作品，还有另外两首精彩的作品，让我们掌声欢迎 Sirens。Thank you.
流行摇滚曲，一首张惠妹的《You Make Me Sweet》。OK。哎，你掌声吧。
最后一首歌，那由我们的 Tanner， 哎，我们啊，我们休息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我的 Tanner 很丑。对啊，首先是刚刚的我们的主唱 Otto 蜻蜓。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